大家好，我是川哥。我小弟哥哈，他一直他牙齿长得不整齐，那颗塑胶的哇，他想去补牙。我们今天去看看要花好多钱哈，走吧。这个该补就去补就行了。那个要补，你说要另外一个科室补的嘛，对吧？哎，对对对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科室拔，但是费用你不用交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没事，我等一会儿跟他会交接清楚的。然后这个补牙的话，就正常补就行了。你们选哪个材料就是哪个材料。我们得拍点片，医生在讲解，给点方案哈。听了医生的建议啊，想给他都会是好一点的，要一万一，加上拔烂牙、补虫牙那些啊，总共要13300。大家是有没那个必要啊？就行了，那个你都不用操心。最后还是要决定争一下，反正小孩子哈，他说他平常啊都很自卑，不爱笑，都是牙齿不好看。医生说呀，钢牙要戴两牙，好了就好看了。好，然后口腔卫生一定要注意。现在拔牙，把后面的烂牙直接取了，拔牙痛不痛哦？弄没有？肯定弄掉啊！要不是钱。这个用了多少钱了？你猜看看。哪能猜得到啊？我晓得个，牙齿不整齐哈，去整了一下呀，总共花了13300几哦。啥子？花了13000多哟、哦？是哦，以为现在整个牙齿不贵哦，都是这样啊。太贵了。现在年轻人哈都爱美，所以说都要去整一下。下次他要弄，就让他去弄了哈，弄好了也好。等他读书啊，上大学啊，日日找工作啊，甚至找女朋友啊，都有好处，说实话。好看一些啊。是。弄啊，买一下再弄吗？肯定过了啊。我给付。来。我看你也干呀。啊，这个内向不好意思哈、啊。刚刚川哥打电话叫我最喜欢。糟了，那个小的拔的牙切不得好的了，没办法。把家属干吃完了，我先去吃完。好，吃饭了哈。老婆煮的稀饭，炒了三个菜，二切。二切吧，好的，肉丝。店那个东西要都要不到。哎，老婆，那他就光把点吃完。我喜欢了，是的，我喜欢了。拿好了锅哟，小龙哎，你来多少钱？这么安逸了，好比都天成了，全部我们接。医生都你说了的哦，像那硬的东西、弱的东西不能切哦，像去包谷的条子都不能啃了，听到没有？过两天就好了。哦，要注意一下，刚开始。过两天过了就好。然后这两天炖着给切小碗。你看到我们切好的，你看嘛，早上吃的肉丝都切不成。今天去牙科哈，基本上都是学生，连放的暑假才有时间，因为是啊，平时读书哪有时间嘛，是吧？我感觉现在去学牙也可以啊，看你人那么多，生意好好啊。是哇、啊，那你也去学牙科啊，店员呢？我都毕业这么久了。之前有很多粉丝哈，还私信川哥，他说现在哪个专业好，我觉得去当个牙医还可以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以后人人都快当牙医哦，现在卷得很。是啊，竞争大哈。切不成的话，多喝点稀饭嘛，吃点白的切完。要喝土，全是水。哪里全是水？哎呀，我来给你包裹。难得可敷衍，我干了，难得加呀，朝鲜朝鲜安逸呀。大家有没有去整过牙呀？有的话哈，给我小弟一些经验，因为我们还不晓得两用过后哈，它的效果怎么样。是啊，还注意很多哈。对，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在这里，我马上去，谢谢大家哈，再见，拜拜。